就係優秀模特兒先咁啊五位嘅，咁啊一間咧仲會翻咧就係呢一個最多票數嗰位，將成為今晚全場嘅呢一個 champion 啦，係咪先？嗱呢個時候咧，我要麻煩咧就係我哋嘅梁家敏先生咧，就再一次上台幫我哋咧就頒獎嘅，俾啲獎先梁家敏先生先啦。第一位得到呢一個優秀汽車模特兒咧，就係二號嘅 Ita。Ita 有請喺前面，喺呢度加入位先。唔該曬 Ita， 有請咧小小朋友幫幫手影張靚相啦，好嘛？恭喜曬 Ita。系啦，好，唔該曬，都麻煩啦，梁生、劉梅，因為咧仲要再翻下一位，得到我哋優秀模特兒獎嘅咧就係三號嘅 Cheryl， 掌聲。好，唔該曬，咁樣其實咧就係雙黃嘅梁生，接住要幫我哋班第三位就係優秀嘅模特兒，係咩幾號啊？十二，仲有咧？仲有咧？十二，八號嘅嘟嘟，恭喜曬嘟嘟，掌聲先啦，好嘛？仲有兩位。有兩位嘅優秀汽車模特兒，究竟係咪接完題啊？個朋友所講係十二號咧。恭喜曬 Dodo， 接住啦，你都麻煩梁生再去翻第四位優秀嘅模特兒，的確係十二號嘅 Emily。好多嘅 fans 圍內，現場好多嘅朋友。當然啦，接住，最後一位嘅汽車模特兒，嗰個都係喺我手度啦。喺度真係好多 fans， 再有一次好嘛？好曬，十二號嘅 Emily， 唔該曬。最後啦，麻煩梁生咧就幫我哋頒發最後呢一位得獎嘅優秀汽車模特兒梁生。係係喎，因為咧最後得獎嘅呢位亦都係代表咧，就係全場得票最高嘅一位嚟嘅，幾多號啊？有冇聲先？一號，一號，一號，七號，仲有，仲有，一號，各位，全場得票最高嘅汽車模特兒係十一號嘅 Sunny。見到你受盡榮譽，恭喜曬 ！Sunny 係得到啦，我哋最多嘅票數379票啦，非常之犀利，俾一次掌聲 ，Sunny。好，感謝曬梁先生幫我哋頒獎，呢組梁生喺度稍微休息一陣啦。恭喜曬，再一次恭喜得獎嘅模特兒，恭喜就恭喜得票最多嘅 Sunny， 一次掌聲你先好。